其实这首歌是先有曲，过后就把它丢给威兹给填词。我大概告诉说威兹说，要填怎样的歌词。其实第一次威兹填给我看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在副歌有几句需要修改，之后他就改了比较完整的部分给我。老师，伊问我的时阵，伊就是讲，伊希望这条歌是会使写好一个，伊的对象是一个查某，就是现代女子。所以咧，我就爱去收戏曲我身边阿侪一起查某的朋友伊人的故事来写这条歌。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喜欢这首歌，但是因为我没有问过俊明老师他其实是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不过我知道像威兹老师他是希望这个歌词他是写就是一个单身女人的心情去唱。但是如果你要讲二十强里面还要再挑另外一个女生的话，可能是陈玉，就是她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独立的女性，然后就是有妈妈有孩子的女性。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女孩子，可能诠释这样的歌是会有比较有说服力的。